的。把门票发给你，你就保管好啊。到时候呢，如果找不到，我就拿好门票进入景区去玩就可以了。所以我可以，上。这边听好讲解，如果要吃饭，就到毛公酒家去吃饭。不吃饭的话，如果我不吃饭，我可以。景区里面进去了，鼻孔打掉，门票作废了啊。会上那个客车，然后就沿着东大街或者西大街走过去，沿着两条街走过去就是出口啊，刚刚的路口，大的路口检票口子就是出口啊。OK。好，就上车就可以了。给你写一下时间，车牌你知道吗？什么？车牌。车牌。2568车牌。车牌，11:35。这是客车的号，车牌，车牌号码啊。那这是11:35集合啊。好。哎，听一下讲解啊。OK， 谢谢。出来走的时候，我们该怎么办？你仔细查。
住左手大拇指，握着一个是吧？左手盖在右手之上，您看一下手的两个虎口相接之处，这个大家都对，大家都知道的，道家当中的太极八卦，我们说的阴阳五合。有根本就只需要把这个领结放在您的眉心之处，许完心愿以后，好，我们现在心中出来走，有根本就只需要把这个领结就可以了。接着我们只需要了解到的就是请能不能看一下神像的哦，多少钱一个？
是什么？是什么？你呢？好了，看到没？在这里，我最后给大家讲一讲，属相卡拿好，不要放到包里，先看看这个生肖你拿错了没有？我说了，卡片你要带回家，如果拿错了，现在有时间，咱们就换回来。所有客人最后讲一点，大家记好了，咱们进去了解自己的属相卡，我